穿过去 ，OK 吗？先把你的毛线拿起来，穿过圆形箭头后面这边的位置，最尾端边把手的。按压，点放，点放，往上移动，头往右边好了。金属头转向右边，算了，你今天鱼跃弓转动右手就可以，左手弓放在下方，握手不用动。OK， 这样子转向右边，往右边移动。手很巧，但是他现在四打中，这个线很漂亮。这是练习图，有了，有进步了。这不跟我弄的，这不是我。太厉害了，把这个手去。这个手是什么手？哎，认真。为了咪咪这只黑猫。已经掌握到诀窍了。这个同学玩得很开心。Hello Kitty 的作者，那手超短，他现在大小眼，没有换。为什么我觉得你下巴很有气场？我不知道，哎呦，这下巴构图。看我的镜子是怎么被装上去。金毛秀，我抓手感。好，哎呀，金毛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